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何新泰，福仁大学日文系的何新泰。今天这个单元我们要讲解的是日语文法，然后今天已经是第一百零一段的影片，所以我们加上从一零一段影片，我们就加上这个来，这个标示哦，让大家能够更了解一下第一零一讲。 十大词类的最后一个词类助词，助词的最后一种重助词。今天我妈讲的是“哟”，往下看。助词的性质，今天我们就不要花太多时间哦。它副助词没有活用，没有词汇变化的意思。它的数量很多，五六十个以上，嗯，大概快要写成六七十个以上了、哦。好，一般其文法功能我们分成四种，就简单的学校文法啦。 或者是日语教育的文法，我们简单分成四种：，可助词、接续助词、副助词，还有放在句尾的中助词。当然还包括我们的尖头助词，可以放在句中哦。好，往下看，助词的种类，格助词主要是接在体言，也就是名词之后；，接续助词瞬间一接，那接在用言、动词、形容词、形容动,动词，还有也是一样有词尾变化的助动词之后。副助词跟中助词什么都可以接，这样子来认知就好了哈、哦。 但是中助词我们要记一下，它有尖头助词。今天的“ you 也是尖头助词，所以它可以置于句中哦，表示感叹等等的意思哈、哦。当然也可以置于句尾了啊，增添各式各样一，意义。我们要注意男女用词有区别，还有它的声调抑扬顿挫，就往上升或往下掉、哦，它意义用法是有所不一样的，这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今天“ you 有这些地方。 我们要多加注意，老师会提醒一下同学。遇到那个例子的时候，好，中助词红色地方，因为放在句尾嘛，所以都叫做都放在句尾，所以叫做中助词，句中。好，然后它有各式各样的意思啦，包括女性用词“哇”，嗯的这种用法哈。但是像这个用法的话，表示要让。 对方知道、哦，或者是自我确认的这种心情的话，男孩子也可以用。所以，哇呢，在某些时候，男女的区别就不是那么明显的哈、哦。然后，上升的声调引入 d i s c u 这是疑问句哦。引入 d i s c u 这是自问自答或恍然大悟的意思哦。上升下降，今天的那个 u 啊、哦，今天我们要介绍中入词 u，其实有这些用法哈、哦。还有它箭头助词的用法，我们往下看。 还有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出来一次哦，因为它跟那这个中柱什么上一次介绍的中字词是可以重叠使用的。那遇到的时候，我们再稍微做说明。好卡的用法除了表询问以外哦，另外还有反问、责问等等的意思，今天不再赘述喽。卡西啦，女孩子在用的哈、哦，那、呃、男孩子很少了。 而且啊，真的上了年纪的男孩子啊，偶尔可以看得到哈。他有缓和语气的功用哈，表委婉的询问，他也是问句在用啊，但委婉的询问等等的哈。往下看，他补充感叹，那男孩子有时候可以用感到来代替哦，因为男孩子不用拉的了啦。冲出神呐、啊，他发长发重音的时候呢，是一是表强烈的禁止，动不够困难。 那、呃、希望同学将那个例子啊，一时记起来，就比较不会用错。还有好多好多用法，不再赘述。今天内我们上一次它一般可以发长音成内来加强语气哦。嗯、呃，征求对方理解同意，中诸神呢也有类似的用法，但是那的语气比内还强。等等的用法，那、呃、今天就不再赘述。我们往下看，要看我们的 U 了。好。 u 也可以发长音，成为又，但是不常见到了。u 的基本用法呢，其实最基本，它从基本性质了，这么来说好了，在于提醒听者，我们说话者跟听者哈，注意其所不知道的人事物，就是听者不知道，但是说话者知道嘛，所以他才说，对不对？所以一方知道，然后听的人不知道哈。然后说话者将自己的意见呐、啊、感情、判断或意志等等强推。 给听者知道或接受，就整个是有这样子团强迫对方知道、啊、或接受，有这种语气哈，这个是它最基本的用法了。动词的命令型也可以加 U，那是加强语气，但是也有缓和语气的用法。等一下我们看例子的时候再来说明一下。好，在听者之之行为，就听者他做的行为啊，跟说话者的命令、期望或请求不符合的时候。 表示责备哦，个表示责备，哦、責備用 you 来表示责备的语气。另外，疑问词加 you 也有表示责备的语气哦。等一下，我们举例说明。最后，接中助词内，以由内的形式哦，这个在之前我们有提到过，对不对？表示征求对方理解同意，这樣这个用法其实跟内差不多一样哦。这些相同，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哈、哦，可以互相置换。但由内比内来比的话呢，由内将。 倾向、意见或记忆不明确的意思。另外，说话者的记忆跟判断跟现实状况不一样的时候，用有内就比较自然，因为它是记忆或意见或记忆不明确，所以现实状况诶真的不一样了哈。等一下我们举例解释。还有它有箭头助词的用法，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哈，这个有。 表示呼叫啦、提起注意啦、加强语气或感叹等等的语气啊，有时候这个语气在实际上的例子并无法分得那么清楚哈，要看上下文或者是当时情况，那有时候可能是脚踏两条船等等的都有哈。好，名词会用形的第三变化终止型原则上用原型来接 u，但是形容动词有时候可以用词干直接就接 u 了哈。然后动词命令型也可以来加 u，好有它。 可以跟其他的中珠词重叠使用，哇、那、卡，还有课多，它可以加油要记得在右前面的意思哦。然后它它可以重叠在内这个中珠词前面有内不可以颠倒、哦。这个之前我们有提到过了。好啊、哦，同学，你听到这里有没有稍微头脑混乱掉了呢？不用紧张，我们一个一个。 再详细的举例说明，往下看。好，最基本的用法，然后表示提醒听者注意到，他其实听的人不知道，那说话者知道，原则上是这样子。所以呢，或者是将自己的意见、感情、判断或意志，让听者知道或接受。OK，那动词的命令型加 U，有时候是加强语气，或者是缓和命令的语气了。所以。 我们看一下哦，好，这个是之前我们提到过的例子，我们再重复一下哦。阿西达诺基里哈基基嘎拉德斯内，明天的课是从八点开始哦。那然后表确认的用法，对不对？但是不是哦？你记错了，伊耶哈基基汉嘎拉迪斯哟。这是听者不知道的事情，我们让他注意。OK，这是最基本的用法哈、哦，注意。不对呀、啊，不对呀、啊，你记错了哦。然后呢，另外。 重新一个对话哈，哈阿西丹侬就给我哈唧唧卡拉德使用内，那记忆不明确的时候可以用有内，可以吗？跟内来比的话咯，然后第三句记忆是不是很明确哈，然后这两个重叠使用的话不可以颠倒使用。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农茂友喝吧喝吧喝吧，将自己的意见感情啊，然后强推着听者接受，喝啦喝啦喝啦 你们举杯，你们举杯，我们要乾杯，乾杯，在乾杯。那个嘛，还要继续做哟，快点做啦！这是命令性加油，还有加强语气哦。不要再摸来摸去的了啦。好，第七句，カレンマデ到花莲哈、哦，ひとりで行くよ。我一个人可以去哦，我有这种能力哦，表示自己的意见，还有自己的判断。 那希望你知道或接受哦。OK，往下看。哦，窗帘拉好慢。好，另外我们要补充一下，男女的用法有所不同。前面这几个其实在内的时候是一样的哦。这几个的男女区别其实跟我们中柱词上一个单元所介绍的四的内是一样的。我们再看一下哈，Ima g u 那、呃、直接圆形，第三篇化中字形加 U 的话是男孩子在用，基本上哦。i m 给 get w 那女孩子的话，可以语气再和缓一点，加上这个哇这个中助词哈、哦，是 OK 的。但是老师要跟同学讲的是，最近哦，在日本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之间哦哇哟，那年轻男女啦，我少了年轻哈、哦，使用区别有渐渐不明确的倾向，也就是男女又又不分了，原来是女性在用的哈、哦，还有打 U。 也是一样，打油本来是男性哦，tony mo kirei 打油，形容动词原形来接，就活用型嘛，那个都用第三变化中止形来接。但是呢，它词干也可以接，女孩子的话一般就不加扰了咯，tony mo k i r i y 这女性用法哈。那如果是还要有搭呢，可以还是可以用原形来接，那就加一个哇，给我接哇进去，我们用指示来表示，kirei d 哇 w 可是这个最近有点，就是它区分没有那么的明确了。嗯、呃，怎么说呢？男女混用在一起了。最近，尤其是年轻人哦，他们就是整个的都很多，原本文法上面是比较清楚的一个使用区别，但是他们渐渐的就混用在一起了。嗯、呃，是不是跟两性关系有关系？这个我不知道。 但语言有时候就会变成这样子哈、哦，合者分啊，话说天下合者分，分者合啊。好，我们看一下六，シバフワ里，kings，ダネ，这也是一样，这男孩子基本上是用这个的哈、哦，有加搭的啦，其实都是男孩子在用。我们看一下这边，以整理一下这几个例子啊，都有搭的，就是男的，然后呢没有搭的，就是女孩子在用。OK。 基本上这样来区别好了。草皮，草皮呢？他基里 king 是，他基里 king 是是不可以踏进去的意思，不可以进入。所以他基呢，不是说站着就不可以进去，躺着、爬着就可以进去哦。它是强调后面这个动词的意思哈、哦，就禁止进入、哦、好，他基里 king 是打奈，这男孩子在用。

可以区别清楚的话，会好一点的，尤其我们是外国人学日文哦。可以的话，男性、女性的使用区别还是尽量的去抓住。呃、只能告诉你，告诉各位同学，最近日本的年轻男女他，他使用区别男女的用词的使用区别，渐渐有不明确的倾向。好，我们看第二个用法，在听者的行为跟说话者的命令、期望或请求不符合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是真的发生那样的事实，但是跟我们的期望、命令或请求不符的时候，哎，我们就责备他一下。加了 u 有这种语气哦。另外，疑问词加 u 也是一样，它就表示责备的语气，所以我们把它弄在第二个用法一样哈、哦。好，比如说呢，我们希望小孩子能够努力一点嘛，认真念书啦，不要那么懒惰啦，睡到那么晚啦、啊，等等。但是对于跟我们的期望不符合的这种小孩子的时候， 名けている子供に、对他来讲，しっかり努力しろよ。你就好好的努力吧。这是责备他了哦。这种加一个 U 的话，就是责备。如果到希落是命令型的用，那责备他了。嘎噔一下。好。下にマケダヤキノピジャニ。比如说你是那个棒球的教练，对于哎出去投球，然后比赛他输了。 然后这个皮夹哎呀，乱投啊！你说你就慎重的，好好的投啊！一球入魂，要这样子投。新求你那给得哭了哟。啊，这是责备的语气了后 OK，好，然后呢，如果对于这样的小孩子，但是他长大成人了，大学毕业了，去公司上班了，好，第一天去上班，好吃。 出社の子供にしっかり努力しろよ。好，这个的话呢，我们要往上升。往上升的话，并不是责备语气，因为他没有去上班啊。我们只是说，你接下来，你一定要这样子，要好好的努力呀、啊。这是叮嘱的意思喽。所以这个语调，intonation 是不一样的。这个，请同学注意一下。第四句也是一样。好啊。 西安尼德鲁，对不起哦，他不是马吉达，嗯，就是就是那个投手，他要上场比赛喽、哦，我这要赶快把它改掉。哎呀，直接扣过来，真是太不好了。好，就是要上场比赛啦，西安尼德路亚球诺别讲你行，求你那个得苦了哟，你要好好的投哦，一球入魂哦，<laughs> 这是叮嘱的用法。 所以三跟四，请同学稍微的参考一下咯。如果往上升的话，就不是责备了哈。好，疑问词，加油。那责备的语气哈，谁六一到的哇，到了啊，是谁说的啊？是谁那样子说的啊？说了那个那个件事情的啊？是谁啊？这是责备哦，责备语气。哪里有？可能搞谁哇？搞什么啊？这个学生。 在走走廊上跑步，然后撞到了拄着拐杖的老师，把老师给撞倒了。因为老师年纪很大了，一拐一拐一拐的，把他撞倒了，然后老师骨折了。哦，比喻有点稍微比喻过了头了。我们往下看，好，下一个啊，好这样内的用法。OK，啊，是要接在内的前面，这我们上一次讲过了哈。 呃，一二句讲过了嘛，对不对？嗯，要加那前面哦，记忆不明确的时候，那可以加奈。好，好、啊，表示征求对方同意啦。但是有那跟那比呢，有那比较倾向于意见或记忆不明确的意思哈、哦。另外，说话者的记忆会判断与现实状况不同的时候，用有内较为自然。我们看一下哈、哦。 呃，一二句我们就不再重复了。第三句，Q 我私信内，今天很凉爽哎、欸。嗯哼，这内的基本用法，这种情况很确定的时候，就不要用 U 了，因为 U 是对方不知道你提醒他知知道啊。这是对他，这是他 U 的最基本的性质，最基本的用法，不可以跟他相矛盾。你再用的话就，就 U 的话就是打叉了。 年有那也不能讲啊，因为这是不明确啊、喔。可是事实很明确啊、喔，今天凉不凉爽啊？事实很明确的时候，也就不要用了。所以四跟五不要用。但是呢，有稍微意见并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四跟五啊，除非他是外星人，他的体体感温度都跟人类不一样的话，才可以用哦、喔。 好，第六句呢？Q wa kinou yuri s h i s h 可以哦，可以用，当然可以用哦。今天比昨天还凉爽一些哦。然后这个呢，就会因人而异了，并不是像四跟五那么明确的就可以用了。就是说，我们到期的话是 OK 的哈、哦。Q wa kinou yuri s h i s h 哦是这样子没错哦，跟昨天比的话，因为昨天不像今天，昨天已经过去了，所以呢，它有一个那个。 误差值，那就好了哈。第八句呢？我们看一下哈。哎，我又打错了。哎，今天怎么了？因为今天要介绍的内容比较多了哈。哎，这里不可以用有啦，只可以用有内。 嗯、呃，因为跟自己的记忆不明确的时候用有奈，然后也不可以用奈，两个都不可以单独使用了。嗯、呃，跟现实状况不一样的时候，阿里卡萨甘奈，哎、欸，我的伞没有，伞不,不见了。眼看你我伊达有奈，诶、欸、我记得是我是放在那个玄关这里哦，就是入口处啊、哦。 哎，那表示跟现实状况不是同的时候，用有内较为自然。然后你要用内，哎，对不起哦。啊嘞，卡萨卡奈，眼康的我一旦内，嗯，还不到打叉的程度。在语言学上面，我们是打 question mark，就是不自然，不自然，不能说你错，但是这样用不自然。 他希望同学是用九“九」跟事实不符的时候用有“有内不要只有用“内请注意一下，往下看。好，还有尖头助词式的用法啊、呃，表示呼叫、提起注意、加强语气或感叹等等的语气哈。我们看一下，摩莉坤有呼叫了，哎、欸，生啊，生君啊，这是男孩子以上对下的叫，或是。 男女同学之间，有个高中同学啊，那个女孩女同学叫男同学，会给这样子哦。好，这里应该是先拜对口还在叫然后上次叫自己的属下。摩利坤哟，就都记得过来呼叫。好，然后呢，我们在也是呼叫神呐卡 a m 嘛哟神啦神啦、啊、神啦、啊 莫斯科西区刚个扩大赛，请再多给我一点点的时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莫斯科西区刚个去嘞，好。然后接下来这一句是有名的一句日文哈、哦，这是那个北海道大学以前是 s a b o r o n o g a 现在北海道大学的第一任的教头，其实就是那时候的校长、哦、是克拉克博士。 威廉·史密斯·克拉克博士，一八二六年出生的这一位外国人哦，他讲的，他对于这些大学生啊、哦，那时候的农学校的学生啊、哦，讲的一句有名的英文，其实是英文啊、哦，然后被翻成日文啊、哦，本来是他讲的是 “boys be ambitious”，然后翻成日文变成很有名的一一句日文，就是变成少“少 n 哟，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太小一大开”。 哦，日文的“报其实它是没有连起来的哈、哦。你们要胸怀大志。OK，接下来这是《霸王别姬》的日文译名，但是原来是没有加 “u” 啦，我自己把它加进去了哦。因为我们要介绍我们 “u” 的箭头助词式的用法，本来是 s a l a 再见哈 s a l a 然所 o l i 的意思哈、哦，但是它有再见的这种用法，再见的意思哦。 我个哎，《霸王别姬》啦，再会了啦，我的爱人，塞翁哪来啦？然后加上这个“哟”，他有这些语气，有呼叫、提起注意、加强语气或感叹等等的语气。以上“哟”我们介绍了他的一些基本用法、主要用法，还有多介绍的一些用法，希望同学能够理解。 然后懂多少算多少，懂越多算你赚到了。晚安，祝你好运。Good night and good luck。我是小何。